清官一号，我给五星好评，好喝。最近很红的那个廖老大吗？绝对有。通报的那一天就开始很不舒服了，在电脑前面坐不三十分钟就会躺没力了啦，至少在床前 set up 一个打电动的，有胖的那个。结果晚上回家，我还是已经没症状，我想说算了啦，都凑满凑个整数，对啊，再猜一次，一猜，嗨。怎么会这样子？还是你前面在搓的时候，你鼻孔在这边，你都只有这样进去。我超级深，我跟你讲，我每次搓我都觉得它从我眼睛跑出来了。就这么长的棉花棒，我都剩这样子。太深，我会搓到喉咙，极深。我会搓喉咙，然后转一转，转一转之后放着，然后滑一下手机，再拔转，然后再插另外一个这样。这样子会不会太？会不会转了之后？对啊，没理由吧？